你帮我看看我家佛台，佛台上有没有灵性，师傅？佛台没什么灵性，好吧？左面的水，啊、左面的水要经常换，好吧？是，哦。嗯，还有油灯，油灯要把灯芯拉了高一点。好了，其他没什么。哦。有斗战胜佛来过好几次帮你，嗯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，师傅，太感恩了。师傅，我家有菩萨来保佑我哈，师傅。没保佑你，你早就神经病了。你不知道你生过忧郁症这么重啊？是的，师傅，是的，师傅，我不念经门，我早就真上了那医院去了。人都没有了。哦、是的。